们俩在门口干什么呢？这是？爸爸买了汉堡。我天哪，你爸爸给你订的汉堡啊？不给你。我才不吃呢。我给你。哎，哈啥包好？我给你大鸡腿儿。在哪儿呢？还没到呢。天哪，娘也在这儿拔腿敲圆的。我看看到了吗？那个灯还打电话呢。是吗？哦。他开不开那个门啊？来了吗？没有。来了吗？来了，听到声音了。你下去接着吧。别。哎，别吃了。吃。起来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起来，起来。妈妈看看。拿到了吗？拿到。来来，我看看。我天呀！天。我看看，我又不吃。臭二宝一点都不听话，不让妈妈吃，是吧？哇，我看你爸爸给你买的什么？这是，我先看看。我来跟你说啊，你给我说。鸡腿。我天哪，鸡腿。汉堡。这还有汉堡。三个汉堡。我天，你爸爸也太好了吧，给你买这么多好吃的。我来一个好不好？不行。你这个臭。我给你，我那个我吃的时候给你。行。我刚才说错了，给都给你。哇，真棒呀！再玩，那都不给你。我踹你我。妈妈，等会儿我教训教训妹妹的。行啊，你不给我吃汉堡啊？我这有薯片儿，哎，我的薯片呢？我还有洋葱卷呢，哎，我的洋葱卷呢？我还有一包呢，哎，我的天哪，怎么都给我抢没了？